电车同部分巴士路线平安夜都会延长服务时间，但港铁就唔会通宵行驶。而中环兰桂坊一带就有封路措施。 兰桂坊一带道路已经封闭，街口有警员把守，禁止车辆驶入。现场实施人潮管制，去兰桂坊嘅市民必须经得几粒街进入。尖沙咀码头一带就冇封路，但警方安排拖车在场戒备，禁止车辆喺附近嘅道路违例泊车。运输署亦都呼吁市民外出，尽量用公共交通工具，避免揸车前往繁忙地区。